来，我是遇见，我是行动，我是知识。我希望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下相遇，但这个世界正在受到攻击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一种肮脏生物朱布林从他们火热的家园出现，他们想征服这片和平的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生物。我们需要你帮助以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。别担心，你不是孤军奋战。看，我一直想这么说。让我们向你介绍礼物。正确弹奏鲁特琴后，亚莱会替你收集资源并确保资源安全，还会建造你需要的设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燃烧造物烈焰吧，火焰会召唤好友与你并肩作战。魔像帮助我们塑造了主世界，他们将协助你捍卫主世界。忘了说一件最重要的事，这是勇气的旗帜，把它高高举起，这个世界就会起身帮助你。朱布林永远饥肠辘辘，贪得无厌，他们已经在主世界站稳了脚跟，如果不加以阻止，他们就会吞噬一切。我们没有为这一天准备我们世界的生物，但我们相信您可以做到。这就是我们邀请你来的原因，如果还有任何希望，那就是你。你好。吓一跳。我们时间不多，但足以向你展示这些工具的些许知识。朱布林来了，现在没有人知道您将在主世界中遭遇到什么，越早精通这些工具越好。到行动那里，然后我们就开始了。太好了，那么就准备战斗吧。主世界充满了资源，收集这些资源有助于你对抗朱布林，这就是亚莱的用武之地。用你的鲁特琴弹奏正确的旋律，他们就会为你收集任何东西。我们先演奏旋律来收集木头。收集木头，按下键，哦，还建造东西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先收集木头。木头在哪啊？啊，在前面。按这个，建造指令，按 R。移动到行动附近，然后用鲁特琴收集一些石头。那我好酷哦！我那个是石头哦。做得漂亮。再做一次吧，这一次要播放收集石头的旋律。收集石头的旋律是要切换哦，切换。所需的资源了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是演奏旋律，这将激励亚莱建造您需要的东西。嘿，建造楼梯，您就可以上来加入我了。楼梯，旋转。哦，是这样子的，啊，有一点难度哦。做得好，楼梯可以为您节省大把的时间。你将使用造物烈焰召唤你的朋友前去战斗，青金石可以使这些火焰保持明亮。从那个箱子里拿些青金石出来，来演奏生成器旋律。站在箱子附近按叉。现在。点燃这些火焰吧！使用生成器旋律来召唤您之前遇到的魔像。按下建造。
每个生成器都拥有造物烈焰，可以召唤你的盟友。哦，召唤他们，快召唤你的盟友！等一下，怎么召唤？看看，按住叉叉，哦，生成哦，召回。啊，很好，哦，是这样子的。魔像是战场上的生力军，但他们会在您身后集结，用勇气旗帜把您的朋友带到我这里来。它生成的时候会扣那个资源，对不对？哦，已经满了吗？我要这样子，我召唤过来。来来来来，跟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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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来来来 ，come on come on。太棒了！如果你想让魔像停止跟随你，请再次使用你的旗帜，要求他们停止。做得好！带他去附近的魔像。哦，还 OK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跟我来，跟我来。按下附近的魔像，里面。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好呀。进攻，进攻。指挥摧毁他们。哦，您做到了。现在将您在这里学到的一切用在真正的战斗上，朱柏林将毫无胜机。幸亏您准备好了，因为我们必须行动。有一座村庄刚刚遭到死。再次感谢你的勇气，我们很荣幸有你作为盟友。我们将一直与你同在。哎，草泥马这个，哇，世界好大，就要保护这个喷水池啊。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，我们很想带您四处认识一下，但有一座村庄需要您的协助，请先过去那里吧。您有一个指南针和一张地图，用这些东西来确保您正朝着对的方向行进。哦，跑好快。我们为您提供了一些入门资源，但请记住，一路上亚莱都可以为您收集更多资源。忙碌的亚莱是快乐的。
这个对初学者来讲有点难度哦。我跑好快哦！啊，这是跟狼躲在上面，好可爱。哎呦，哎，有损血！啊，它从里面的话会跑比较快。请快点，朱布林是不会留情的。哦哦哦，再跑，再跑，再跑！村庄在那里，赶快过去！糟了！Oh no！ 必须阻止那些粉红色的小怪物。快，您必须解决所有朱布林。朱布林掉落的青金石可用来作为生成器的燃料，收集青金石让火焰持续燃烧。跟我走。哦，好慢。解锁。Go。眼前的危险已经结束，但村庄惨遭摧毁，朱布林毁了喷泉。木匠小屋将修复附近的建筑物，让亚莱为您建造一栋。修复它，按住哦，这个哦，木匠小屋，哦，盖在附近。真是如释重负，水再度流动起来了。朱布林正在攻击另一座村庄，没时间可浪费了，村民需要您。
城市。啊哈！哎，士兵哪去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Go go go， 跟我走，跟我走。请记住，您的地图和指南针会指引您方向。收齐了，太多了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井中有更多影像，是我们的英雄。这似乎是另一座村庄，还有更多的朱布林。又来了，我们该警告他们吗？尽管这种情况会伤心，还是要相信我们的英雄会帮他们渡过难关。也想要感谢您，村子的喷泉底座放了一个箱子，有惊喜等着您。有足够资源呢、啊。在哪？这个。哇！村民们很平静、哦、但想尽可能的帮忙。在感谢之余，你可以依靠他们的机制让你持续战斗。您去拯救世界时，他们会持续为您收集材料。朱布林在村庄外围开始聚集，我认为另一波袭击即将到来，最好抓紧时间建造一些防御工事。建塔能有效地保卫这座村庄，
灌溉。你需要在村庄周围建立一些防御工事。如果资源不够了，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可以收集，但是动作要快。舒布林已经逼近，别忘了，你的魔像朋友也想帮忙。就快到了，哎呀，惨不忍睹！别呢，朱布林来了，英雄，准备战斗吧！有更多朱布林逼近了。朱布林会从四面八方攻来，所以请务必检查你的罗盘，看看他们是从哪里来的。下下下！你表现得很棒，再撑一下就好，你可以的。更多朱柏林来了，袭击结束了，但有些朱布林没走。耶，过了。你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村子得救了，我们就知道你会守护我们。因为你保卫了喷泉，村民们兴奋极了，他们为你准备了一些额外的资源，就在箱子里，用来表达谢意。您做得很好，但朱布林不会轻易放弃，即使是现在，他们也在准备袭击我们的另一座村庄。但这一次我们有优势，如果你能拿下村庄周围的朱布林前哨，我们也许能击退这次入侵。摧毁三座前哨站。
去哪里了？不晓得。看起来好眼熟。如果我能设法让这东西移动，可能可以用来对付朱柏林。您就继续对付那些朱柏林，并保护村民。我来继续对付这座塔。生的空气污染让朱布林得以呼吸。哎，卡住了。我很不想去欣赏他们的工艺，但那些烈焰棒塔非常危险，而且规模相当让人印象深刻。亚莱能建造斜坡让您上去，您唯一要做的就是演奏正确的旋律。哨站已经完成了，但是其他地方还有更多的朱布林，没时间可以浪费了。哦，布利帕。有趣，世界被唤醒，走向战争。这一切将如何收场？哦，所以刚才那个高塔是要把它摧毁了。
小怪物。耶！来来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摧毁那些地狱扩散器，有助于净化空气。熔岩，这里，我们显然低估了他们摧枯拉朽的能力。还记得我们一起在水井边建造的斜坡吗？不是往上建就没事了。请求亚莱建造横跨护城河的桥梁吧。哦，是这样盖的。干嘛？跟我来，跟我来。外围啊，现在你和军营之间再也没有障碍了，除了几只猪不灵。施加适当的压力，即使是最高的塔也会倒塌。好奇的普利帕又回来了，还带来了一位朋友。
你认为他们会怎么做？我们很快就会发现。击败所有前哨战之后，你已经收集了相当多的海灵石，把海灵石带到命运之井给我，我会告诉您如何建造一些非常有用的东西。你的能量与从命运之泉流出的水相调和，你随时都能迅速回到这里。快速移动，冰霜，传说。这个村庄现在一派祥和，希望他们能够避开朱布林贪婪的目光。这是什么？来吧，我等不及想看到您回到井里，看看知识为您创造了什么。就到了，这么快。哈哈哈哈，不是这里呀、啊。啊哈！看一下那是什么东西啊？破裂峡谷。我现在要去哪里？这里吗？命运之泉。知识，你在那里做什么？我正做点额外努力，好帮助我们的英雄。把它扶起来。你觉得呢？啊！他们很完美。我保证他们对朱布林就没这么友好了。好的，请继续加入你的好友吧。你也是小家伙，继续吧。苔藓和沙伦魔像很高兴能加入你，但你需要一种特殊资源来建造它们。我已经为你写好了旋律，你只需要建造正确的改良设施。很好，您学到的所有精彩旋律都会保存在这里。现在去扭转局面吧，开始吧。选择结构加强鲁特琴以演奏铁旋律，亚莱会负责为您建造。太棒了，现在去建造你的铁收集改良设施吧。铁收集改良设施。您与亚莱的关系会随着每一段新旋律增长。这个曲调将帮助他们开采铁，以满足您的建筑需求。成功了，现在您可以收集世界中的铁，并在需要的时候生成这些新朋友。您可以取得铁了，您可以用铁建造各种新的结构。朱布林队正在计划某些事情，我看得出来。朱布林盯上了您上次拯救的村庄，村民又需要您了。不会耶。
拉伦罗象征整器，开先。可以召唤花豹跟乌龟哦。哦，真的耶！小动物也可以召唤。小白兔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哦。哦，狼群，全部加入，哦，最多20个，超过好像就消失，是不是啊？看起来还蛮多的啊。哎呦，这什么？哦，它跳很高哦。现在你已经学会如何使用旗帜了，但你知道旗帜还有更多高杆的使用技巧吗？高杆的使用不是那个旗杆啦，你懂的。如果你只需要派一种盟友，甚至只是一位朋友来完成工作，那么你可以用它来向特定盟友发出特定命令。现在就试试吧。面对激烈的战斗，你需要做好万全准备。觉有些不同，幽灵的威胁正在改变，但我还是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有何目的。哎，掉下去，掉下去！哎，烧起来，烧起来！哎呦呦呦！
六。先毒害地面，现在换天空。我们的英雄将助我们渡过难关。您必须找到魔力的源头，找到它，并阻止它。